他会抽搐吗？不会。会腹胀吗？腹胀，之前有，可是最近，吃少一点就好一点了，可以，因为我在动作的时候，我有那个动念动心。哦。至于怎么动心呢？哎。就是要用神识跟心识，跟意识相合，其实就是身心灵合一了。合一，然后。然后就把那个关照、祝福、爱送给他。啊，我看没几秒钟嘛。所以不用几秒钟啊，起心动念而已。起心动念就可以了。就可以了。OK， 谢谢，谢谢。老师，谢谢。